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白。那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一篇 By Degrees， 就是讲澳大利亚留学生的情况的。上一次呢，我们讲到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澳大利亚大学都关闭了，本来热闹的校园呢也都没有什么人了。那我们接下来继续看。The abrupt halt to international travel is even more painful for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because they lean more heavily on revenue from foreign students. Abrupt 意思就是突然的， abrupt halt 就是骤停，这个搭配还是挺常见的。除了 abrupt halt 呢，你也可以说 sudden halt， 意思也是差不多。在这里 halt 后面的介词用了 to， 其实呢它也可以用 in， 但 halt in 跟 halt to 呢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halt to 一般是指比较确切的东西，比如这里它就是说 international travel， 就是出国的旅游。再举一个例句，比如说 they put a halt to the rumors， 就让这些谣言呢停止了。那 in 呢它就没有那么具体，比如说 a halt in nuclear testing， 停止核试验，就是不是那么具体的一个事情，一个动作，一个东西。它除了做名词以外呢，它也可以做动词。做动词的时候可以做及物动词，也可以做不及物动词，就是说 halt 什么东西也可以，什么东西 halt 也可以，比如说 halt a bus， 拦停了一辆车，或者说 the bus halted，这辆车呢停了下来。那这个呢就是及物动词用法，这个呢就是不及物动词用法。这样子一个骤停呢是非常的 painful 的。 painful 这个词就是痛苦的嘛，但是要注意的是这个词它一定是形容什么东西的，什么东西 painful， 或者 painful 的什么东西，绝对没有一个人 painful。 I feel painful 这个用法是没有的，不存在的。你可以说 I feel a painI am in pain, I am suffering， 就是我在受苦，我在感到哪里难受哪里疼，或者 it hurts， 就是我碰什么东西碰到我说哎呦好疼啊。你一定要用 painful 呢，只能说 it's painful for me， 就是跟这里一样，就是 it's painful for 谁谁谁，就是对我来说这个事情这个东西是很痛苦的。那 painful 的搭配呢，你可以说你身体的一部分是 painful 的，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肚子、你的肝都可以。比如说 her wrist is painful， 她的手腕很疼。也可以说某种疾病、某种伤、某种作用于你身体的东西。比如我脚受伤了，这个伤很 painful， a painful injury。 我晒伤了，这个晒伤很 painful， the sunburn is painful。 你也可以说呢某种处境、某段回忆、某段经历很 painful， 就是一想起来你就会很难受。或者说某场演出跟谁的见面、跟谁一次会谈之类很 painful， 就是你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如坐针毡，特别尴尬，让你不自在不舒服，就是这么个意思。这是 painful 的几种用法。接下来是 counterparts。 counter 就是跟你相对的，那 counterpart 呢就是跟你相对的东西，就是这个世界上另一个跟你差不多的、跟你很像的那么一个东西。类似的词呢还有 counterattack， 反攻，就是跟对方打你、跟对方的 attack 差不多的、相对的 attack， 就是我反攻回去，就是 counterattack。 还有 counteract， 反作用， act 作用， counteract 就是反作用。 counter 这个词和别的词组成了复合词还挺多的，基本上你看到 counter 就能知道这个词的意思了。这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在国际旅行上的一个骤停，就突然的叫停呢，对于澳大利亚的大学来说是更加痛苦的。是跟谁相比呢？是跟在其他英语国家他们相对的那些。那么他们相对的是什么呢？澳大利亚大学相对的自然就是其他国家的大学。他这里用这个 counterparts 呢，我估计只不过是因为他前面刚用过 universities， 他不想在这里再接一个 than universities in other English speaking countries， 那为了语言上有所变化呢，他就在这里用 their counterparts， 就看起来就比较好看一点。然后后面这半句说原因，这个 lean 本意是倾斜，就是一般我们站的时候是这样站的，但如果当你这样站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它就叫 lean， 就倾斜的。那引申一下，就是这个人倾斜着身体靠在别人身上，lean on 什么什么什么。比如他走路的时候老是喜欢 lean on me， 就是他老往我这儿靠，靠在我身上，
把重量都往我这儿压，就这么个意思。那从这个意思再引申一下呢，就有了这里的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 lean on 基本上等同于 rely on， 意思就是依赖、依靠，因为他们更加依赖外国学生所带来的收入。 from foreign students， 这个就是形容这个 revenue 的。然后下面 more than 440,000 such students enrolled in Australian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2019， 超过44万 such students 这样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就是指前面说的这个 foreign students， 就是超过44万的留学生。 enroll 这个词就是登记入学，或者你选课，或者征兵入伍都是可以的，就是跟注册啊、登记啊有关的都可以用这个 enroll 这个词。它这个词呢是及物跟不及物都可以的，就是说它用在句子里面是主动跟被动都可以用，就是说你可以说 the students enrolled in 什么什么什么大学，你也可以说 the students enrolled themselves in 什么什么什么大学，这个就是及物了。那还可以说 the students are enrolled in 什么什么什么大学，就这个就是被动的用法。还有一个要说的就是这个词的拼法，就是它在加 ed 的时候或者是变成 ing 的时候，它一定是 double l， 就是有两个 l， 但是如果它是原型的话呢，它其实是 enroll 一个 l 和 enroll 两个 l， 这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不过这种拼法呢是美式拼法，这种拼法呢是英式拼法。这个拼法其实只是习惯不同，你平时的话呢不管用哪个都可以，但如果你是在英联邦国家留学，就比如我以前在澳大利亚留学，就是英联邦国家，那你就稍微注意一下，尽量都用英式拼法。这也就是说在2019年的时候，有超过44万的外国留学生登记到了澳大利亚的高等学府去上学，就是澳大利亚的大学呀、研究生啊、硕士、博士，这些都是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At the last count， count 就是计数、算数的时候， at the last count 就是在上一次我们计数的时候，它这里是翻成根据最新统计， they took up roughly 30% of all places。 take up 这个词它本身就有占据、占用的意思，占用了多少时间，占据了多少地方，花费了多少功夫，都是这个词 take up。 可以举一个例句，I know how busy you must be, and naturally, I wouldn't want to take up too much of your time. 就是我知道你肯定是很忙的啊，一般情况下呢，我不会去占用你太多的时间。像这个 take up 多少多少百分比 of 什么什么什么，这个用法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用法里面引申出来的。同样的，你这个多少多少百分比 of 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指很多东西，场地、地方、空间、时间、精力都是可以的。而这里呢，他说的是 of all places， 这个 place 不是指地方，而是指位子，就是或者叫席位。就中国不是也有那个一个萝卜一个坑这种说法吗？就是如果你把那个萝卜比成学生的话，就是一个学生占一个名额，就要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中国也有把这个位置、地方，就这个坑去比喻人的这个这么一个用法。那国外也是一样的，这个 place 就是一个学生一个 place。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学生一个 place， 一个学生占一个名额，就是这么个意思。所以他这个 place all places 就是说所有的学生，就是在上一次计数的时候呢，他们差不多 roughly 差不多占了所有学生名额里面的 30%。 almost 40% of them came from a single country， China。 差不多有 40% 的，这个 them 跟这个 they 一样，指的是这个 foreign students。 那么有差不多 40% 的留学生来自哪里呢？来自一个国家 China。 看这个 single， from a single country， 这个就是强调就都来自同一个国家，是这么一个意思，这么个语气在里面。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下一次呢我们继续讲下面的一段。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The abrupt halt to international travel is even more painful for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than their counterparts in other English-speaking countries, because they lean more heavily on revenue from foreign students. More than 440,000 such students enrolled in Australian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2019. At the last count, they took up roughly 30% of all places. Almost 40% of them came from a single country, China.